间小小的教会里充满着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他们平日最喜欢来到这里练习街舞，而带领着这一群年轻人的居然是一对来自韩国的夫妇朴世光与林中基。他们带着孩子远离家乡，经历过海外宣教的辛苦，最后选择落脚台湾。尽管在生活的适应上有过一段阵痛期，但朴世光凭着一股对青少年的负担，他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永远为青少年开启的避风港。你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深情部落格。今天的来宾他们是一对来自韩国的夫妻哦，但他们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呢是在中国大陆，为了要宣扬上帝的爱而度过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而如今他们来到了他们口中有如天堂一般的台湾，同样也是把爱带到了这里。我们要欢迎的是朴世光牧师和李中基师母，你们好。好，我们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师母小时候好像过得也是很辛苦哦，后来又跟着先生东征西跑的，对不对？你小时候家里是做什么的？我家里是很乡下。啊，乡下，然后我爸爸，我小的时候得到生病了，肝病很厉害，然后开刀三次。因为爸爸这个生病的关系，越来越穷，卖掉那个田啊，那财产都卖掉，为了爸爸的那个生病来花的。所以你小时候其实吃的不是很营养，生活很辛苦。啊，对。所以妈妈每天出去田里面做工，然后一天的那个钱拿过来给我们吃饭的。那有的时候很穷到那个洗米，然后那个白色的那个米的水一沉下去的话，那个再洗几次，然后再沉下去，然后用那个水来做粥给我们吃的。那能吃到什么啊？不是每天这样子，真的家里很辛苦的说，吃这样子，这样还有办法可以念书吗？爸爸，我国中三的时候过世了啦。那天哥哥跟我说，你现在开始不可能那个继续读书，所以你现在要找工作。所以我那天开始。盖着棉被哭了三天，然后早上起来跟哥哥说：“哥哥，我怎么做才可以读书？”哥哥说：“你白天工作，晚上可以读书。我白天那个外送那个面，然后晚上读书的。”你后来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是怎么接触到教会？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大姐姐身体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好遇到春福音教会的一个区长来传福音给她，然后姐姐又传福音给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去遇到春福音教会，那一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有一个力量，让我现在你不能跑掉，一定要坚持这个信仰。所以牧师他也是在教会跟你认识的吗？是，没有错。在如意岛春福音这个青年团体里面认识的。所以你小时候就想当牧师吗？高中的时候才决定我要当牧师。为什么？青春期嘛，青春期应该是多想一些很多事情，将来特别在想将来的事情。我都想过要当个上班族，我觉得不好玩。那要该做什么事情比较有意义？觉得应该做一个牧师来帮助很多的人，这样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就是从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师，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事，可能受到他的影响吧，我就非常的喜欢他。在韩国当牧师其实不错啊，因为你觉得很有意义，而且地位蛮崇高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到的却是要到海外流浪去当宣教师？那比较辛苦。因为那时候已经在韩国传道人很多，教会也是很多，自己的一个想法应该到一个需要的地方去，把我的生命奉献给当地，
这样子可能更有意义。嗯嗯，所以我就决定不要留在韩国，我要去一个需要的地方。后来是怎么样决定要到中国大陆？而且你去之前知道在那个年代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吗？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已经在这个教会已经两年了，主任牧师他有一个朋友，这个牧师呢在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韩国牧会每个月一个月一次去大陆待一个礼拜那种短宣，他已经好几年在这么做。那有一次他来我们的教会跟主任牧师聊天的时候，主任牧师也说我们教会要派一个传道人要去宣教啊。聊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要求不要派菲律宾已经很多宣教师了，就大陆需要，所以这样子沟通之后，他就要求我就要去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去中国大陆，他之前已经做过梦，在梦中看到我们到一个地方啊，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穿的衣服全部都是深绿色的那个衣服，他梦中看到的是那一群人深绿色的哦，穿那种衣服的人都招手请过来这边帮忙，所以他知道我们应该会到中国大陆。那我没有做过这个梦，但是就顺服我们的主任牧师的一个差派啊，后来才知道我们他早就有做这个梦，我们就到中国大陆。虽然有点不是很开心，可是没有挡住他，没有阻止他的了。那个应该是要，因为他一定要走的路，所以很支持他的。1990年代，蒲世光远赴中国北方宣教，而和先生相隔两地的林中基，只能靠着一封封的家书，一解相思之苦。而独自在家乡照顾孩子的他，为了不让先生与孩子的关系疏离，最后决定一同追随先生的脚步。他有讲到药的问题，是不是都很辛苦，都要从韩国自己再带去韩国，好像有谈到说看医生也不方便，用药都是医疗不是那么发达，就是师母他一定承受很多的压力，毕竟他不像牧师，就是你知道很冲，就是好我去做就对了。可是师母他要顾到的东西是一个家庭，有小孩，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什么的，其实他的压力其实可想而知的，应该不亚于牧师，而且可能是超越牧师的。大概那个时候也还没上幼稚园，也说不定才刚上幼稚园，所以还是一样什么都不懂事啊，就是什么都找妈妈，因为爸爸不在啊，对啊。可是妈妈还是，可是愿意帮我啊，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她都会就是帮我处理啊，对啊，需要什么她也会给我。我小时候没什么概念，就是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有爸爸这个东西，我以为爸爸只是一个玩具，我以为因为是分开住，然后有一天就是晚上叮咚叮咚，然后有一个我妈妈就开门，然后有一个叔叔就进来了，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就躲在我妈妈的后面，然后默默问我妈妈说妈妈这位叔叔是谁，然后我妈妈就说他是你爸爸，然后我就说哦爸爸是人哦这样子。出到大陆去其实接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回到那个年代1995年，对不对？1995年的时候啊，到现在你的国语已经说得跟韩语一样好了。谢谢。你是一开始到哪个地方？我一开始到吉林省的吉林市，在那地方开始的。嗯嗯，那个地方你的印象中，你一到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第一天到了中国沈阳机场的时候，发现机场的灯都几乎坏掉三分之一，就是不够亮，然后一些的灯就还一闪一闪的，然后呢那边的公安人员就拿着枪站在那里，那个气氛非常非常的紧张，嗯嗯，非常的怕，每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表情，然后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男女老小都是深绿色那个衣服，然后很冷，九月的吉林沈阳那边是很冷，大家都忙着回家，
我却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开始这边的生活。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有点难适应的，那时候29岁，然后我的孩子老大2岁，然后老二还在妈妈肚子里面6个月，因为那边的卫生环境我无法全家带过去，所以我先过去。那因为是29岁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到了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然后那个环境里面第一个感觉想回家，我不想做，而且有点恐惧哈，也有点恐惧，因为带枪的，然后大家都很没有表情的，又很对，嗯，然后第一个就是要回家。所以你在那边很辛苦，其实师母在韩国也很辛苦，因为你一个人带小孩又怀着一个。对，那个时候我既然一个月的薪水来两边的，要用两边的生活，要给他学费呀，还是韩国在我们带孩子要用，所以需要蛮有钱的。可以联络得到吗？我们有电话里面可以联络，但是电话费实在太贵，所以我们就写信。那时候我们都有写信，这种方式来联络的。嗯，会很思念嘛，对不对？有啊，到现在还在保管那个信。所以到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你就飞去找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暂时从大陆回来，那陪产我，那个时候。我的女儿看爸爸的时候，女儿问我妈妈，那个叔叔是谁呀？啊，是你爸爸呀。我看那个他的状态的时候，哦，这样不行，我应该现在如果养孩子在韩国环境是真蛮好的，可是就是这样子的话，爸爸也没有看到那个女儿，那个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也是跟爸爸没什么感情，所以我一定要选择要一边一个地方，还是要选择韩国，还是要选择大陆，还是选择爸爸？有很多人叫你不要去吗？对对对，我娘家婆婆也是为了孩子不要去大陆。可是你还是觉得为了孩子跟父亲的亲子关系、家庭的凝聚，还是要去。对，还有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去大陆，在那边当宣教士。如果我跟孩子没有过去那边的话，我觉得他的当宣教士的生命不会那么很长，很变成很孤单。是啦，但是宣教士是奉献牺牲的生命，所以跟着师母也要奉献牺牲，孩子有些时候也要奉献牺牲，对不对？因为你们在那边的日子其实物资很缺乏，也没有错。嗯。那个时候是怎么过过来的啊？第一个是冬天时间很长，几乎半年都是6个月，就是一个冬天，而是很冷，物资又是缺乏。冬天一到冷的时候，外面的温度跟屋里面的温度也差不多，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再来是孩子生病或者我们生病的时候，去那边的医院就是小的一个诊所那种。可是那边的卫生也是很恐怖，所以我们就不敢去。嗯哼，因为那个时候我到那边说，就是没有尿布，我已经生了老花6个月，没有尿布，也没有奶粉，所以我每天晚上早上七点的时候，有一个叔叔那个推着推车，然后那个推车里面有一桶那个羊奶，刚刚早上挤那个挤刚刚挤的那羊奶，我从家里带一个铁锅子出去买2份，因为2个孩子嘛，这样。然后冬天那个没有尿布，所以我给他穿那个开裆裤嘛，下面那个开裆裤的时候也来不及晒呀，零下对吧？20度的，对，冬天很冷，真的非常。政府给我们的暖气的那个温度很低的要命，所以孩子我冬天睡觉的时候穿外套啊，穿那个袜子啊，那睡觉还是很冷的。那段时间好像又碰上了韩国的金融危机，对不对？所以你们有一度经济上是非常困难的。是的，那是1997年，韩国遇到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教会也是有遇到这个困难。那我们在国外的宣教士也都遇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从韩国的宣教的经费就是断了。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我就想到他，然后我要写信给他，写信给他能不能帮个忙，然后就后来他就愿意帮忙。这个故事可能师母比较清楚。嗯，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朋友说。我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棒的地方，这么干净的地方，美国服侍。可是我的最最亲爱的、最接近的、很棒的朋友是在大陆，那么痛苦的、那么受苦的做事工，他是在那个心理上面受不了。然后他晚上看他的信以后，他整天整个晚上哭着。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信送给他，后来他送给我前我才知道的。哦，每次都有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帮助，上帝透过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嗯，不过我想这样那边的生活，你看物质环境这么缺乏，然后你们宣教的工作又是非常的保密的，然后跟家人也不能有太多的联络，然后小朋友在家里面也闷着，太太在家里面也闷着，对不对？有苦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你那段时间心理上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个我住的地方是七楼，没有电梯，很臭臭的一个大楼里面，所以我爸爸不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带两个孩子背着一个那个袋子在那边，所以因为七楼的关系，我没办法常常下来。孩子这么小，他去服侍以后，我晚上天天在阳台上，我先让孩子睡觉，然后阳台上跟星星讲话。星星啊，你也很孤单吧？我也很孤单。这样子啊，你会不会哭？会哭，会一边哭一边很想等那个先生赶快回来，他一边是跟他那跟星星一起讲话这样子的。林中基在异乡长期忍受环境的煎熬与面对信仰不自由的氛围，在这样紧张又压抑的岁月里，让他最担心的就是先生在外的安危。这样的生活也终于让他染上了忧郁。是在东北啊，哪里很冷的那个地方，因为我没办法想象，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那边生活很辛苦，然后怕被抓，然后有时候出去师母也会担心，对啊，万一回不来，所以我所了解，我觉得这样子是也很不简单的哈，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宣教是蛮那个时候蛮危险的，然后又愿意去这样子。他们不经济上一直没有说很宽裕嘛，那所以说像那时候要学中文啊，然后也都是他们在到就都是让牧师去学中文，然后其实师母那个时候是没有学中文的，所以。等于说他在那个地方来讲，就是只要师牧师一出门，他经常性就是几乎就是都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孩子啊也不出去也不干嘛，然后一直等到牧师回来这样子。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常常要躲那个公安嘛，他们会有时候会去抓，就是听到一些铃声啊或是狗叫声，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很害怕，然后就会很紧张。小时候我都不懂，可是现在就懂了，就是很辛苦，压力很大。在这么辛苦的环境之下，其实要面对的是极大的，除了情绪压力之外，还有就是工作上的推展成果究竟如何。毕竟在中国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要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危险的，有对不对？在大陆不能公开是一个很限制，所以在家里也不能跟孩子或者身边的人公开我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的痛苦的地方。然后工作的地方要跟离家里很远，这是为了保护家庭。然后在移动的时候也是蛮紧张，会遇到一些公安就查身份证之类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危险的时候，有一次在李浩尔滨还有开车两个小时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培训。刚好那时候政府全国性的就是抓法轮功的，那时候那时候就是任何人就不能到北京去，你
你到就是你不无论哪里进城的时候不会检查，但是你出城的时候他们都一定会检查，你要证明你去什么地方之类的。那时候我已经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到，但是我就培训结束了我要回家的那一天，里面的弟兄说牧师现在不好了，就公安都在检查身份证，因为施工已经结束了该回家了，要无论如何要回去了，那就想到要怎么回去，后来决定先到火车站看看。到火车站的时候发现果然就很多公安在那里，那刚好客运站就没有公安在那边，所以先上了车，上了车还是很犹豫的，可是来不及下车，车子已经开了，那车子里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大概开了20分钟就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公安出来一个检查。一方面感谢主，感谢主，这句话结束的时候车子一左转啊，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两部机副车公安的车子就在那里就挡了我们的车子，其中一个人就说很大声很恐怖的一句话，所有的人赶快拿出身份证。哇，这一句话就大家里面的人全部都乖乖的拿出身份证。那我刚好坐在后面的第三排，那一个一个检查靠过来的时候，我只能心里祷告，上帝怎么办？上帝帮助我，就是心里祷告。因为我被发现被抓到的话，不只是我的问题，而是我去的那个地方的那些基督徒，他们也是遇到很困难，所以我不能被抓。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就靠过来跟我说拿出身份证，我一直没有任何一个反应，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大声说你赶快拿出身份证，我就只好就拿我的护照的一个正本，我是正面看的正本，就是丢给他我的护照给他，他直接拿过来，他拿过来是翻方向，那护照是跟别人的身份证不一样，就一个一个打开的时候里面都是英文跟韩文，我只能在那边祷告。然后紧张的那个几秒的时间里面，几分钟时间，非常非常紧张。他就看到我的护照之后没问半句话，就把护照还我，然后就过去了。我在大陆6年多的时间里面，生命最紧张的事。但可想而知，对宣教的工作来说造成很大的困难。你会不会很担心先生出去宣教然后就回不来了？会担心啊，所以每天祷告当中，然后他回来才安心的。天哪！这样工作多久之后你们转到台湾来？在大陆生活6年。哇！在大陆六年。那为什么会到台湾来呢？当初因为服事的施工也好，我家庭的生活也好，已经多一个到一个太紧张，紧张到已经不能再承受的一个阶段。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我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能不能一个自由的地方来传你的福音。我就开始祷告，之前的话没有这个祷告，可是服事上面也有一些的状况，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朋友是公安，他不知道这个是我的朋友，所以意思他知道他我到我们家警告说你不要到他们家。他们家已经快被锁定了，锁定了，你不要去。所以他有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更加紧张。所以其实你们收到要不要来台湾的这个护照的时候，就很确定其实是要让你们赶快离开那里的，对，要避免危险的发生，对不对？ Yeah. 哇，师母来到台湾感觉怎么样？我来到台湾像天国一样，我也刚到台湾以后，我打电话我妈妈，妈妈这边是天国呢，我以后不用去天国了，这就是天国了啦。我妈妈都跟我说，你在那里好好生活，你幸福就好了啦。我妈妈这样讲的，真的，一边信仰上面很有自由，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我没办法公开对孩子说你爸爸是牧师，你爸爸是宣教师，跟他们说你爸爸是做生意的一个小小公司的老板。可一到台湾以后，你爸爸是牧师，你爸爸是宣教师，知道吗？现在离开你爸爸，你要跟朋友讲话也没有关系。对，那这个是你的自由的这个空间，真的让人很舒服。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像心灵在坐监牢的感觉，因为什么都不能说嘛。是，然后嘣，那一突然被放出来了，放出来的，然后一个狗一个绑起来一个铁线的嘛，那个已经打开了，然后随便都可以去的，很自由的，非常。所以你后来那个心理上的问题有慢慢获得解决吗？是啊，因为那个在大陆很那个，反正是吃苦的嘛，可是到我这里。
做什么，教会虽然是没什么人，然后很救助的，可是我觉得看那个很幸福，很棒，所以我真的蛮爱台湾，真的非常的爱台湾。当初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盖好，这些都还没有，就是一块空地，这边也没有。这么小的地方把它隔起来上下，然后我们住这边，孩子住楼上，可以上去看一下，没有关系的。好，来，跟我来，跟着朴世光夫妇走进当初刚来台湾所住的小地方。虽然看似简陋，但比起过去的苦日子，台湾的生活犹如天堂。而来台后，尽管也适应了好一阵子，但能够陪伴着青少年，看着他们走向正途，再辛苦的日子也甘之如饴。就刚来我爸接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不是很喜欢我爸爸的感觉，因为是韩国人嘛，然后说明明就是韩国人来我们台湾这边干嘛，就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些多多少少都会有负面的说法。对，可是我爸却不会把这些留在心上。他跟年轻人，他不是先叫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会先去关心，他关心你，然后他会先跟你建立关系，去了解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了解说你的生命的、你的成长的背景里面，你是不是有缺，你的原生家庭有缺乏什么，然后或是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之类，就是这个都是在很多次很多次，就是半夜跟他们聊天吃麦当劳的时候，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建立关系。其实就很辛苦，就是他们为了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三重这个地区的年轻人在做这样子的付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也没有很多长者嘛，没有很多社青，所以其实他们真的薪水也没有很高，可是他们常常会喂饱我们年轻人，年轻人就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不管是食物啊还是知识，都是一直接受，一直接受，一直接受，所以他们很辛苦的地方就是给予。我们来讲你们的教会好了，你说刚开始人不多，也是旧旧的，所以你们要让那里复兴起来，对不对？所以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了。是哦，你们在三重的这个教会怎么开始呢？第一个是跟当地的会友要融入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跟社区要融入的这个问题。感谢主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带领里面突破这个问题。刚来的时候，我完全了解当地的人，也在观察你们韩国人会待多久，一种我也没有完完全全接受呢。然后教会的经济也不很好，也没有办法支持我们完全的一个费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住教会附近租个房子住了，但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决定不要给造成教会的负担，然后决定搬进来住在教会里面。可是教会根本没有一个牧师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环境，一个家庭的生活。那刚好教会的后面一个小小的一间教室，我们决定整理住在那里。我们决定搬进来住在那里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选择，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一个家庭的可以环境可以生活的一个空间。可是我们决定进来之后，教会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就安心了，就是你们委身在这里了，对你们投入了，完完全全接受我们，对，是这样子，跟教会跟我们完全合一。嗯哼，嗯，然后呢，对这个社区呢，因为我想觉得教会应该对社区应该要有一些的服务，嗯哼，所以每一年到了重阳节的时候，邀请我们社区的65岁以上的长辈们到教会坐一坐，我们就给他们办桌。吃东西，送个礼物，然后让他们唱卡拉 OK， 完全是重阳节办一个活动。你们不止对长者，还有对年轻人哦。牧师，你为什么会对年轻人特别觉得想要去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对，突然某一天，上帝特别感动，我看到年轻人的时候，心里就哭。嗯，看到年轻人的时候，特别疼爱他们。嗯哼，你这个心产生了之后。我最年轻人就可以做朋友，比较容易可以做朋友。我们在韩国做牧师的，我们自己也是比较高高的，比较保持一种地位。地位了，但是，所以我们跟年轻人比较有距离。但是我有产生了那个心之后，我完全放弃我的地位，我就丢掉这个没有用的。我觉得去拥抱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天。那个时候韩剧已经在台湾很红了吧？年轻人大概对于
韩风，就是一些流行文化、衣服、歌曲，对，是越来越喜欢的，对不对？是是是，没有错。所以你就透过这些东西吸引他们来教会了。年轻的人来教会的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我们要求韩国的教会，派年轻人来帮忙，就是短宣来我们这里就传福音，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来了很多的。你们办很多活动，对不对？我们都没寒暑假的时候办一个短宣之外，每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办一个梦想舞台。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就是跳舞，然后唱歌，还有不但是表演的问题啊，这是剧本也自己写，嗯，剧本也自己写，然后音控、灯光，后场、前场、摄影，全部我们自己的人来。我们不会要求你就愿意在哪里想学习学习，都我们自己来，是这样子，给年轻人一个舞台，不管是真正舞台的舞台，你想要做的地方，让他发挥一个机会，所以这样年轻人是蛮喜欢。嗯嗯，所以他们喜欢摄影的部分，他自己摄影的部分做，做衣服的话，做衣服的地方做，然后所有的，甚至那个钱也是自己募款。晚上出去夜市募款，然后自己每天拿十块钱，然后所有的年轻人自己每天拿十块钱一起募款，然后好不够的话，牧师帮你们处理，然后每年做这个舞台，然后你不要只有看韩流了这样子的。我看第一次看他们的时候，里面没什么那个很健康的价值观，然后没有梦想，没有目的，然后不喜欢读书，那只有很盲目的喜欢韩流、韩国的那个歌手之类的。啊，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会准备给你们舞台，你们自己发挥你们的那个才干。然后我们这样做了三年，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练习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接受福音，他们价值观改变很多，然后不会念书的也会念书，然后品格那个变得很多很多。以前抽烟呐、吸毒啊、喝酒的，然后常常一旦当大学以后，他们会去夜店之类的，然后到那边花钱。可他们到了这教会，那个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那个习惯、行为不看不到。所以我做这个施工的时候真的蛮高兴的，是你蛮开心的哦，很有的成就感。嗯，对对，嗯，所以也很特别的是，原来一个好像已经欠缺活力的教会，因为你们两个进去的关系，也让它变得很活泼了，然后也让很多社区的人开始觉得，哎，这不只是一个教会，嗯，是一个我们可以常常去拜访的地方， 是一个有爱、有温暖、有舞台的地方，对对对，对不对？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牧师突然发现身上出现问题哦，怎么会这样子呢？今年有机会五月份的时候回去韩国报告宣教的一些参加宣教大会，那我们的宣教局就安排让我们所有的宣教师做一个健康检查，那我就做健康检查的时候，这边就发现两个肿瘤，然后那个当下哇很紧张，怎么会有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把这个消息给我们的全教会，那全教会的人就为这件事情就迫切祷告。哎，昨天我听到有一个年轻人在还是为我的身体健康迫切祷告，那是整个教会就很那个一个祷告的一个里面。然后这是在韩国发现，那我的家人觉得说你还是再回来韩国做一个检查，或者需要任何一件做开刀之类的，还是在韩国比较好。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回来台湾。我已经在台湾，我已经是台湾人，我不要再回韩国。要台湾的医疗，我也相信。我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的教会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我还是一定要回来这里。我决定来台湾的另外一个，就是证明说我以行为来，要说出我真的爱你们，真的爱台湾这样子。我也是觉得台湾的医疗也是很棒啊，所以。来了之后检查，再一次做一个检查，再做一个检查的时候发现，左边好像左边真的有一些的状况，医生建议说要开刀，那教会的人说，再做一次检查，你不要只有一个这样子做一个开刀，然后教会就更加的迫切，大家就祷告是国中生一些年轻人，我们是200个人都会有里面80%是年轻人的，对，平均年龄大概18岁。
所以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上班族都迫切的祷告。感谢主，上帝还是垂听小孩子的祷告。然后大家都建议还是在另外一家医院做一个检查，然后做一个检查。刚刚上个礼拜五做结果出来说不需要开刀。哦，就不需要。不需要开刀。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主。那他现在要怎么治疗他？医生说现在不需要治疗，你说、不需要治疗，不需要治疗，要等每半年看一看他的变化怎么样。现在是这样子。哦，真的哦。感谢主，对，完全不需要开刀。对啊，不过这个过程师母应该吓坏了。做了15年的宣教士在外面这么辛苦，好不容易有一点成果，对不对？怎么会突然生病？你会不会很害怕？是啊，开始的呢，刚开始知道那个事情都是蛮紧张的。可是我中间觉得，我们会有听到那个年轻人听到牧师身体不好，这边有一些不好的肿瘤，他们真的礼拜天都哭得很迫切的祷告，我觉得哦，这个也是很大的恩典。后来他这样状况，那个医生说那个是蛮漂亮的，所以那个现在还 OK 的，不用赶快要开刀，因为现在开刀的话也是情绪上面也会有问题，他也毕竟是他的有功能，所以再看看，6个月再一次检查这样子。아니그러니까중국어뭐물어봤어중국어요어색하다어색해대만있는和孩子们一起享受饭桌上的悠闲时光，这个韩国家庭渐渐融入了台湾的文化。朴世光常常带着孩子和在地的年轻人一起互动，他想让孩子能够更亲近这一块土地，让异乡成为他们愿意付出生命的故乡。他们爱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是视如己出，对，他们对待他们的儿子女儿啊跟我们其实是很非常非常平等，你不会特别有感觉说他比较爱他们或者是偏心什么，就是在牧师师母面前我们青年人都是他们的小孩，这样子的感觉，以这样子的感觉来对待我们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就是会一直跟我爸妈说，为什么一定要来到台湾，在韩国不就好了，在韩国就可以不用这么累。对，他们就回答我，就说忍耐忍耐，这是神的旨意，说不定就是会有更美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虽然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很相信，可是因为爸妈的关系，所以我就继续忍耐坚持到现在。到台湾之后就是很难适应环境，然后我小时候有一点点忧郁症，就是会很怕跟别人讲话，然后很怕跟别人这样对眼神那样讲话，然后就是慢慢的就习惯这些环境之后，教会变大，人也变多，然后就是大家都就是很照顾我啊，然后我弟弟也就是成长很多，就变开朗了。身体还好哦，不是大事。然后融入台湾，其实也真的要成为台湾人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聊一聊，就是孩子一路这样跟着你们很辛苦，到台湾来，他们可以适应台湾的生活吗？非常喜欢台湾，我劝他们，你们去那个韩国的大学怎么样？他们就是不喜欢去韩国，还是留下来台湾。他蛮喜欢台湾，在各种适应上。一开始的时候，在大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语言上面发生一些的混乱。那个时间真的很痛苦，孩子突然开始不讲话，而是就是尖叫叫声来表达他的意思。老大是有一点点3岁的时候去大陆嘛，是母语有一点懂，但是到了大陆的时候，就是语言突然间乱，全部都不懂了。然后他就两个语言都不行，都是尖叫声来表达，吃饭就是叫，要什么事就是叫，然后不讲话。然后大陆经过这段时间，后来稍微长大了之后就好起来。那他们就来了台湾之后，
就像他刚说的，就是天堂一样，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什么事慢慢讲。但是毕竟我们是韩国人，然后中文虽然会讲，可是看书念书考试这些都有问题。那我们对孩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学校认真，那成绩我们不会在意，成绩怎么样就怎么，但是你必须要认真，成绩我们不会在意，你不认真我们会跟你讲话，但是要认真一点。就那另外一个做法的话，我希望他们要求多看一些书，不是学校的书而已，要先看，多看些书。在教会也帮忙一些事情吗？他们会不会明白说，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做宣教师，为什么不像一般的韩国人就在韩国找一份工作呢？女儿跟儿子以爸为荣，他们觉得爸爸最棒最帅，所以细节可以请师母讲。他儿子是那个弹吉他，那个四肢啊，老大女儿是跳舞。所以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非常的快乐，所以他们觉得你们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很引以为傲的，对不对？是，他们明白，那个女儿已经说要做师母耶。哦，真的？对，他最后明白这个工作的责任跟重要性。对，我女儿常常跟我说，爸爸你做的真的很棒，很有意义，这样子帮助很多人又来了台湾。你看这里就这么多的年轻人来了教会，他们的生命改变。哦，他们也亲眼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改变。是因为三重嘛，三重的年轻人以前现在也是家庭的话很多问题，可是来了教会他们就改变很多，就改变，不再抽烟了，不再打架了，不再脏骂话了。他们来教会，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脏话，不要骂人，第一个要求，然后生活认真，所以他们生活就是改变。我的女儿，我的孩子也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觉得说爸爸妈妈做的事情很宝贝宝贵。但是你们有带他们回过韩国吗？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去一下韩国。所以他们对韩国反而比较陌生。是，因为他老大是只有在韩国两年半而已，然后老二是六个月而已，所以他是根本是台湾人看起来。但是真的宣教士的孩子是特别特别蒙福的，因为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看到父母亲在做不一样的生命榜样，所以他们在生命当中早已经学会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这份工作的伟大。好，我们最后想请牧师师母来跟我们做最后的分享，跟这些讲中文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你们这一对韩国人一路走到现在有什么体会。我自己的生命觉得要用在一个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去国外生活。我一路走到觉得这样子生命很有意义。那到了现在在台湾，我已经成为台湾人，我已经拿到台湾的荣誉使命证，我已经是台湾人，我无论去哪里我说我是台湾人。然后现在感谢主，透过这个教会来接触很多年轻人。我是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就在年轻人身上，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责任重大，我要好好的来培养这些年轻人。无论在社会或者在家庭或者在哪里，这些年轻人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社会就越来越好。我是将来的生命里面更加的投入在这个年轻人的施工上面，我这样子，我觉得我生命就更有意义，也感谢大家。师母呢？我是要好好帮支持他，好好帮支持我们年轻人，谢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很觉得疑惑，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做宣教士这么辛苦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投身在一个孤独的，然后充满困境的，跟自己原生的文化极度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为了要宣扬上帝的爱呢？可能他们在面临整个挑战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力量都用完了，自己的爱也已经快要用尽了，但是他们却可以透过祷告持续跟上帝支取那个力量，持续的坚持他们要把这个爱散布出去的使命。其实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当这些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就必因公义得坚立，他们就必远离欺压不怕遭害，他们就必远离惊吓而不致恐惧。
这些人清楚地见证了信靠上帝的人必等候上帝的作为，等到那救恩来临大能显现的时候，他们就要和上帝一同收割，同享荣耀。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看看卜牧师、卜世光牧师，啊，李仲基师母，他们的这个奉献的这条路，不是我想奉献了，就一路都平安，一路都很顺畅。但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主都与他们同在，他们吃过苦，但是他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最后神又把他们安在了我们台湾，真的谢谢他们。他们有心，他们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更感受到了台湾需要福音。这么多的宣教士来自各国的，在世界各地离开了自己家乡，台湾的早年，中国的早年，南洋一带的这个华人早年的社会，都有一些国外的宣教士进来。我们今天就为这些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不管在哪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接着卜世光这位牧师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宣教的过程中间，主，我们也想到在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远离自己的家乡，远离温暖的家庭，去到外面吃苦受罪，愿意承受主你所托付他的事情。主啊，求你赐福他，赐福他的家庭，看顾他的家人，保守他的事工，继续引导他走前面的路。我恭敬地为这些个宣教士，为这些个传道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吃一碗饭，哎，这个饭好吃，那个饭不好吃，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农夫的辛苦。但是当我们自己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吧，千转万转，经过了很多人，福音才能到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许多人因为传福音，因为把上帝的爱广传出去，他们牺牲了性命，这些人都值得我们纪念。上帝必然会赐福他们，也让我们心里永远记着，有一些人在为主做工。